觉照您的佛性般若，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蔬食好主意。蔬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，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啊！欢迎收看今天的蔬食好主意啊！佛教主张如素，是根据佛陀说的“我即众生，众生即我”的慈悲心为出发点，不伤害其他众生的生命。而除了佛教以外啊，其实啊，有很多的宗教也是鼓励吃素的啊，除了基于不杀生的原因之外，也是符合生态、环保、健康的诉求。其实借着天然、清淡、不油腻的简单蔬食食材，可以帮助我们远离三高，获得身体的健康。所以世界上很多的名人还有运动家都是素食的爱好者，我们何不也让吃素自然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？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就介绍两道非常适合全家老少一起享用的佳肴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观赏吧。哎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一道菜叫做味噌茭白笋，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蔬食哈来做比较多啊，请看看我们这边认识的食材。那这里啊，主题在这里，茭白笋，好，茭白笋就在啊，那个丝瓜，还有这个香菇哈，生香菇、茄子，还有那个花椰菜，好，然后这个牛番茄，好，这个是今天的主菜哈。然后看看这边呢，这个一个是橄榄油、盐，还有一点糖，最主要的是味噌，好，这个是 XO 酱、香菇粉，好，全部的好配料跟主料都在这里，那让我们呢大家认识这一些，做起来就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味噌茭白笋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依然呢、邀请我们张师兄、达人师兄、阿弥陀佛，所有我们电力系所有的好朋友，所有的菩萨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今天哈、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很棒、而且很简单，我们今天不弄炒的，不弄炸的，我们要弄蒸，最后呢，是真的，他们是真的，真的就弄切个，真的这道美食，我觉得很好，这个可以吃出食物的原味来，对，叫做这个味噌的茭白笋，而且营养不流失。好，请对来。那首先我们来处理茭白笋，这个都洗好了，都洗好了。对，我再剥一下茭白笋的处理，但请这靠哦呀哈，按下掉，你要下这个，对对对，你要下。上辈哈有处理过嘛，是莫啦哈，我虽然哦哦，不过天然的上好啦，稍微爱地有点刮哈，你给切掉哈，哎，看着个真油味，够未歹哦，好。啊！你讲听讲，啊！你即卖即道菜吼、是直接切切就个很多菜啊。直接切切比较脆。反正大概吼，应该是拢吼足好学的。分三段哈，啊，切的现在小条了哈，我们就切小条。切小条。来哦，摆到可以。就是一边一边的，但有放很多蔬菜在里面哦。哦，它也，会使讲综合蔬菜。综合蔬菜，嘿。哦，安尼袂歹哦，赞。营养非常的丰富哈，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一条就够了吧？好，一条的，好，来，香菇，香菇切，也是条吧？条就好了，这生香菇真水呢，哦，这摆香菇是有够贵的呢，健康好食，健康好食，食无偌济啦，那么后边开哈，
再不我这大概哈，食卡健康，食卡食材卡好物件，对人体健康都有帮助。其实我们做菜哈，对要做出这个食物的原味很简单。对对对对哈，牛番茄，这是牛番茄。哎，牛番茄也是非常好的哈。你讲牛番茄呢？啊，做营养马上袂流失去吼、哦嗯。啊，若讲用青椒嘛，就真好，拢会使。番茄有一个特色，它的那个茄红素，它碰到一点热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它会释出来，对、嗯，效果会更好，哎，非常好。嗯，哎，哎，还不错，哎，番茄，番茄，哎，茄子，哦，这张片里面呢，大概小段就好了哈。好，还可以。这个是搭配颜色哈、哦，不过我们蒸的话，颜色稍微会变没有关系哈。没那如果说你不要变颜色，它是比较过油。对。也哎，过油。啊，那无你就你无，我就用三个里咧水底落去，安尼看就袂有哈。好，接下来丝瓜。丝瓜。好。切。安尼有够啦。嗯。切一小段就好。一小段就够，这样就够了啦，这样就够了。好。我烤你的爱心方法，哎呀，啊，无啦，用烤的时阵，哎，比较脆哦，啊，这烤薄薄薄啊，哈，绿色的留下来，对对对，脆的看起来就很翠绿，啊，一样哈，切条，切条，嗯，这丝瓜其实丝瓜也是做足济好食物件，哎，而且丝瓜对人体也非常的好，嗯，哎，啊，今麦我看一年趟天拢冇丝瓜，有，哎，足方便的啦，嗯，好。安尼有够无？有啊，有够。安尼有够吗？就这么简单。切好了哈，好。哎，好。可以加点橄榄油哈。对，加一点橄榄油。蔬菜碰到油，它会吸，但是好的就没有关系哈。对对对，哈。这样子。那么橄榄油哦，这哈清蒸的上好。清蒸，那里面本身会出一点水，我们不用放水。尽量大概加入简单，那个用车尽量哈，营养不流失。大家都不知道是要怎样，油是要怎样，不流失，油就是不要收敛啦。那这种电锅也可以啦，当然可以，电锅也可以。今天我比较简单的，没有蒸笼的，这可以，可以，这可以，好。大家都会想吧，过来。来滚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加高汤，要撒那个。啊，那个叶花菜哈。对，叶花菜。啊，若要撒的是会记，爱下一点点啊油，对，啊，搁下一点点啊盐，是不是安尼？是，我拢改学啦。台湾师姐较厉害，伊拢哈推广素食，到处弘法，哎，到处讲这个素食的好处。啊，其实哈，等到你真正会吃素的时候哈，你感觉啊，素食那只简单，简单，搁再足健康的哈，你真的对吃肉根本都没有兴趣了。好。这个稍微弄它，好，这样 OK 的哈。好，叶花菜，叶花菜，嗯，下去。待会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它的，嗯，待会我们要调那个它的，味噌酱。好，味噌酱啊，味噌酱是不是用在高汤就会使？好，这是一般在市面买的这个味噌，哈，爱买油的，油的，哎，能买炒的哦。好。调味蒸的时候哈，因为很简单，我们那里这蔬菜因为出了它的甜度哈，对，就要靠这个淋上去就好。对对对，但唔免，更唔免搁另外掺盐掺虾米哈，米索都有咸嘛。米索有咸就不用加咸，那如果有加一点点糖，好，看嫩滑，它不会吸咸嘛。那有人加一点点香菇粉哈，然后弄一点点高汤调一下，嗯。好，所以我们买回来的味噌，你要看一下，有一些味噌已经调好的，你就不用再调；那有一些味噌可能就是你买来的，它的咸度比较咸，要加一点糖。你看有五分啊，五分干的，五分干的，还是讲有一点么甜的？种类很多，自己看着哈，啊，注意看一下哈。哦，这个你看我在旁边的哈，这个让它蒸了大概五到十分钟了哈。差不多啦，五到十分钟都有搞了哈。好安呢？哦，啊 ，XO 酱爱掺上去吧。待会我，把它放在菜的上面就好了。哦，这样铺在上面哈，来，这样差不多了吧。所以我们在家里，当然这些比较天然，我们没有加化学添加的东西哈。希望能够吃到这个原来是蔬菜原味，蔬菜原味，又有它自己的甜度。我们这边酱汁调好了，可以先在中间就下一下，让它稍微吸一点汁哈。放在那个里面哈，
啊，那等下，那米开始煮。系系。好。各个砍的哈。然后我要加一个。点点 XO 酱，自己炒的 XO 酱，一般的菇啦，大概有15种菇，然后加一个小麦蛋白，然后一点点的我们的那个辣椒。啊，其实咱若无 XO 酱，刚刚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可以，可以。啊，是讲啊，无我买，我无迄个物件，无用素肉酱，嘛是可以的。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好，我棍子。好，我们等它大概，等还要再3分钟。哎，差不多，好。OK， 好，我们旁边的差不多了哈。哎，可以，好。好，哎，关掉了。关掉之后呢？哎，先看，小心哦。哦。那拿起来，注意别被烫到了。哎，上后来。好，一盘。跟他讲。好，来把我们的青花菜呢，均匀摆在里面就好了，因为烫不好了，对。我是想讲，咱个衣柜摆咧平盘咧，较水话。嗯。我见你家己看，领导恁也切好，你讲啊，又要切爱有一点仔高度的盘。因为它有水，还有酱汁，要把它的那个这些食材哈，对，浸在那个味噌酱里面哈。嘿。它自然它会吸。所以它有一点仔高度。对对对。啊，那要摆盘，有当时也是有平盘是比较漂亮啊哈，但是安尼嘛就水呀，对不对哈？好的，哎，就是那么简单。看，今天大家看看这个菜，是不是很简单啊？好，够好吃。阿哥菩萨，有空的话，大家一起在家里做做看。嗯哼。味噌茭白笋，食材：茭白笋、丝瓜、生香菇、茄子、花椰菜、牛番茄。调味料：橄榄油、盐、糖、味噌、XO 酱、香菇粉。做法：一、先将茭白笋剥壳，削去黑色部分，切成小条。二、香菇、牛番茄、茄子、丝瓜切条。三、加入少许橄榄油，将食材放入锅中蒸5至10分钟。四、取另一锅加入高汤、油及盐拌匀，放入花椰菜穿烫。五、将味噌加入少许高汤，再加一点糖、盐、香菇粉，搅拌均匀，调成味噌酱。六、将调成之味噌酱淋上蒸熟中之食材，再加入少许之 XO 酱。七、将蒸好之食材自锅中取出，摆上烫过之花椰菜即完成。接下来呢，要为各位菩萨介绍的这一道菜叫做照烧杏鲍菇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来看看它的食材以及那个配的材料。来看这里啊，这个是杏鲍菇，大家都知道哈啊。然后红椒、黄椒啊，然后这个是油菜啊。其实什么菜都可以，这是要铺底的而已，什么青菜都可以，豆苗什么都可以。我们今天采用的是油菜。好，再来看看这边的食材哈，这个是配料，一点油，好，橄榄油，这个是照烧酱，照烧酱有人说里面是加酱油，然后一点糖，然后一点苹果水，好，苹果去煮过的那苹果，我们说汤也可以，说水也可以的哈，然后这个是姜末，香菇粉，然后这个是那个白芝麻，这样所有的配料都在这里，那这样加起来。就做一个非常健康又好吃的啊照烧杏鲍菇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仍然邀请到我们的张师兄，挥你莫属，还有看到配合非常的开心哈。我们请张师兄今天来示范另一道美食。好，好，所有的菩萨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今天
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个比较日式一点点的啊，照烧杏鲍菇，用最简单的料理哈、啊、来做。一般比较没有做照烧的习惯，照烧就是蛋，弄点酱油啦、七味粉啦、姜末啦，然后就炼出来，当然我加点苹果，还有味淋，还有点特别的香气哈、嗯。好，很棒啊！请大家等一下介绍大家怎么做照烧酱哈。哎，来。那杏鲍菇一般我们建议这个哈、不要用切的，我们要用剥的或者用拍的，因为剥当然跟切不太一样、它有一些纤维，它在待会在吃起来口感会不太一样哈、好，那旁边我们准备热锅哈，好，那也要弄把这个剥好的这个杏鲍菇，给它稍微煎一下下，来，我倒剥了，来，好。这个、回家的时候，也当叫您家的小朋友一起来，一起来哈，阿尼玛去多，对呀、啊，阿尼玛，囡仔拢有探究，拢有学到呢，哈，不错不错。跟你分享一件很特别的事，上个礼拜有跟这个学校有一个古园国小啊，我知道，他们有种那个有机蔬菜，然后成果发表嘛，那个校长刚来找我说，成果发表好像比较单调，那我就叫他们全校总共200多个做水饺。哦，那小朋友好开心，对对对，弄菜，然后菠菜包饺子，虽然包的有点给他没什么那随意联系现场，不过我觉得是参与感。哎，你做的怎么跟我以前做的一样啊？我以前在小学哈，他会向你看齐吗？啊，不会啊，我唔捌跟你讲过啊，你真有默契。以前我在小学的时候哈，我就说现在小学生真的是什么蔬菜都不懂，所以你要做一些让他们引起他们的兴趣的，所以我就教他们，哎，认识蔬菜，啊，这是什么啊？小黄瓜，小黄瓜有什么营养啊？这介绍一次以后哈，然后用那些蔬菜哈，教他们做好哦，做料哈。大家吼、记足久拢看到我、啊，你什么时候还要来教？我对人家讲，哈，我不知道。好像剥好的时候先去，自己剥的或许觉得，对对对对。啊，这个菇其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？其实菇很特别，当它跟油还有一点点热度的时候，它那个菇的脆度香气就跑出来。对。菇就很需要一点点的油，对，啊，佮无迄个味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气味，吼、哦，菇的味道，你有油这样炒过的话，那个味道自然就消失，很奇怪。你看我们这个杏鲍菇哦，它会吸油啊，所以你不用放太多，它待会就会跑出来了。对对对，你慢、但是不能快火，快火的话也、也不行。好、那旁边我们准备来穿烫啊，那个已经，那也要做底的哈。这个油菜、其实不一定油菜，什么都可以。可以可以。豆苗买菜啦，橄榄菜买菜，青江菜，因为它铺底，它只要是它看你们家喜欢吃什么绿色的就好了。因为我们大概习惯就切个一段段的。哎，对对对，5-6公分左右。不要太长。不要太长。好，那我先下去吧。好，有味道出来了哦。然后火一下，好。现在有点金黄色，已经慢慢的香气跑出来了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放进去。旁边是我们准备的高汤，对，高汤当然要调一点点的哈、味道里面，调味料加的盐巴跟菇粉，对，好，我们建议分两段来，对，前面比较比较难熟，所以要少放好，让它熟一下，最好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处理。来红黄椒，红黄椒，对，其实嘛，不一定爱用红黄椒啦，你要什么颜色，最主要是让它这个营养够，然后菜色能够突出色香味俱全，这样就可以了嘛，哈。你用啥，其实无啥要紧嘛，无啥要紧都可以。只是大家哈，颜色出来就好了，而且吃的那个营养也均匀就好了。其实呢，安尼高叉叉的哈，加上一点那个胡椒盐也很好吃啊。也很好。什么都不用，胡椒盐或者是芥末椒盐哈，芥末盐撒一下就足好食的啦哈，唔免讲一定爱安怎哈。做法有很多，对，就是你刚好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味道。对对对。差不多的，不过差不多了。加黄油，你看油跑出来了。弄油润润的哈，油腻腻哈。出来，待会我们要淋上照。其实这个不是都是油，这个是有一些。我们把旁边的这个哈，要把它捞上来。好。放在盘做盘底。好。那这个菜盘放下去了哈。好的。好。来。
这个很快哈，这个就快一点。嗯、来来来，还都可以。叶子，我建议好，加一点点的油在上面，对，比较亮啊，比较亮，亮度会很好。好，那这样就够了。其实一般这样来讲，杏菇香就很棒，因为它吃的脆度又够了。对，这样煎会把它原来的，因为杏菇非常多油，对，把它那个水分跟那个甜度，水逼出来，然后甜度锁住，对，所以它吃起来非常香，光这样就好吃了。嗯，我就说撒上胡椒盐就好吃了。这是基调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非常好吃的。好，好，旁边这个也好了哈。哎，来，再把它加上去。因为头比较慢熟，所以我们先把头串烫好，好、啊、那尾巴哈、哦，菜的叶子比较快就熟了，所以把它放在后面啊。好，注意水不要太多，把稍微给它沥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然后给撒几滴红黄椒。好，是要铺一半的呢，还是全部的呢？都没关系。好，随便，高兴就好。好。那我们把它放这样子好了哈，把它放在中间好了哈。心情好做出来的菜听说都比较好吃。嗯，这个跟心情做菜都很大的关系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一边来看一下心菇，大概差不多了哈。我们要加我们的照烧酱，先把姜哈，姜末，对对对对，对炒一下，香气会更好。好，来再炒一下下。哎，这个大概金黄色啊，姜丝爆香，嘿，然后现在就加我们的照烧酱。照烧酱要记得要把它炒干，嘿，收汁了，嘿，收汁了，哈，嗯，哦，就汤，哎 ，OK， 就汤了，好。来打打哈，看几支的彩针管，然后再切一下。好，这个照烧杏鲍菇，哇，香气出来了哈。哎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上我们的芝麻，如果有上面有绿色的，也可以弄一点芹菜，对，芹菜煮完了哈。哎，没了没了，那得加蒜了哈。哎，这芝麻多一点，非常有配置的，盖子配置都很好的。哎，赞赞赞！哎，好，这一盘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做示范照烧杏鲍菇。好，大家你看看，很好学吧？嗯，好，所以呢，让我们最后来回顾一下。好，那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做做看。照烧杏鲍菇食材。杏鲍菇、红椒、黄椒、油菜，调味料：橄榄油、照烧酱、姜末、香菇粉、白芝麻。做法：一、先将杏鲍菇剥成条状，以保持其纤维。热锅后加油，用中火煎成金黄色。二、将油菜、红黄椒切条状，约五公分左右。三、将高汤加热，加入盐及香菇粉，之后放入油菜穿烫过，取出铺盘当盘底。四、将红黄椒穿烫过后，摆至盘至一边。五、将姜末放入杏鲍菇中，再搅拌微炒，之后加入照烧酱，再搅拌炒干，置于油菜上。六、撒上少许芝麻即完成。照烧酱调配法：一、将苹果加入水中煮约半小时，将苹果捞起；二、放入酱油味淋；三、加入放冰糖搅拌即可。
逢伽蓝菩萨圣诞，佛教慈悲置业三星大悲观音道场举办88佛弘明宝忏万灯祈福法会，恭请湛行法师、湛弘法师共同领众。日期6月18日星期二，时间下午1:30开始，地点佛教慈悲置业三星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斋法义，共沐佛恩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狗狗行为免费矫正座谈，主讲人阿喜师兄，日期6月22日星期六，时间晚上7点至9点，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616或06271666120627166612，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斋法义，共沐佛恩。把所有事物留在身后，犹如南柯一梦。听闻的人们啊，只要把无为付诸实修。凡俗人生的各种事物，如同海浪般，一个接着一个而来。富者永远觉得拥有的金钱不够，权者永远觉得拥有的权势不足。思维以下的话语，满足我们所有的欲望，满足我们所有计划的最佳方式，就是放弃他们。一个证悟者，把凡夫俗子热衷的事物视若梦境，如同一个老人观看孩子嬉戏般看待他们。昨晚你或许梦见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国王，但是当你清醒之后留下了什么？你在清醒时所体验的事物几乎不比梦境真实。与其去追求难以捉摸的梦，你应该让自己的心安住于宁静无扰的禅思，离于烦乱散漫，直到对空性的了悟成为你的觉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